是臀部的肌肉训练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会需要用到你的臀部的力量，当然还有我们的大腿后侧也要跟着一起用力。所以你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如果你的腿呢发现有一点点小小的抽筋，记得把脚先放松拉伸一下，放松好活动好了之后我们再继续。那我们就从简单的暖身开始咯。我们先让身体呢轻松的躺下来，来到地板上，我们先活动一下末梢跟活动一下你的背，把我们的双手双脚往上抬，手腕脚踝轻松的绕一绕转一转，手指头活动一下向反边，接着我们把两只脚弯曲，手抱着你的小腿轻轻的左右活动一下。那我们练习臀部呢，会用到你的大腿后侧以及你的背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先活动的是我们的背的肌肉群。好，将你的双手抱住你的右脚，左脚轻轻的放松下来，吐气，脚靠近身体，吸气停留，再一个吐气，头轻轻的抬起，放松，吐气，往上，再往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最后一个。相反边，右脚伸直，左脚弯曲，抱着你的小腿，一个吸气，吐气抱进来，脚就不动咯，吸气，吐气，身体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，身体放松下来，双脚弯曲踩着地板，膝盖放松，向左向右活动。那我们在开始进入运动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感觉一下你的双脚，我们的两只脚有平行的状态，双脚排在一起平行的，以及打开，从你的髋关节开始向外转，脚尖朝外，膝盖也朝外。那待会的练习呢，都会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关起来的，一个是打开的。那要记得打开要从上面整只脚都打开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让脚练习一下，关开，关开，关进来，脚跟踩打开，从髋关节一路往下到大腿再到小腿，关开，最后一个，关开，关开，双脚踩着，我们做流动的桥式，往上提，再往下，身体的高度呢都不需要很高，向上再向下。现在需要你感觉到腿的后侧跟臀部在出力，最后一个，上下，我们稍微停留在上面，小小的往上推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到你的最高，停留一下下，吐一口气，轻轻的放下来，做打开脚的。脚掌对脚掌，膝盖打开来，一样我们来回往上提，再往下。所以除了你的大腿后侧要帮忙之外，你的腿的内侧也要互相的往内中间，往中间集中，让力量再往上提高。我们做往上，跟往下，再一个上。下，稍微停留，一样小小的向上推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留在你的最高，感觉一下双脚的力量，尽量平均，吐一口气，身体放下来，脚弯曲踩着，放松，左右动一动。我们让身体经过侧躺，慢慢的坐起来，双脚向后，来到四足跪姿，手掌心撑着地，把背往上提高，身体就不动咯。先借我你的右脚向后，
往上抬，弯曲放回来，左脚向后向上抬，弯曲放回来，两边轮流，右上放松，左上回来，再一个，右上落下，左上落下，找到身体的力量了。接着我们就要做单脚，我们只做同一边，右脚往上向上提，膝盖弯曲，从你的髋关节开始向外打开来，小小的向上提。脚在活动的时候呢，身体尽量不要往下掉，下巴微收，眼睛看着地板，臀部再往上，接着把膝盖弯曲，脚关进来，找到你的小腿肚，再打开来，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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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有四三二一，停留，小小的往上提，上上上上，身体摆正，大腿尽量抬高，最后五四三二一，留着你的右脚，将双手的手肘放下来，我们把膝盖关进来，大腿往上提，小小的往上，一样身体向上提高，脚掌往上踹上去的力气，我们还有五四三二一，停留，膝盖弯曲跟伸直，弯直弯直弯直，最后三个两个一个，停留，小小的往上，背再往上提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你的右侧，双手往你的左侧伸展，伸展一下右边的臀部，放松一下你的身体，相同的动作等一下我们左边出发咯。回到中间，四足跪姿，左脚弯曲往上，左膝盖髋关节打开来，脚掌勾着，我们先开展的往上提高，上上上上，留意一下你的肩膀，脚在抬的时候肩膀尽量不要晃，那也不要歪一边，身体摆正的状态下，让脚尽可能的抬高就好。准备下来，找到小腿肚，再打开来，开关开关，每次打开的时候是整只脚都要出力，所以不是只有小腿跟膝盖在活动而已哦。关开关开，准备停留，向上十个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脚不动，手肘弯曲落下，膝盖关进来，往上提，小小的向上，留意身体的位置不要掉下来，尽可能的往上提高，我们还有五四三二一，膝盖弯曲跟伸直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脚趾头是朝着底下的，脚记得关进来，很好，脚伸直向上抬咯，上上上上，背再往上，脚也再往上，最后五四三二一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左，身体向右，伸展一下我们的身体，将身体呢回到中间来，我们让身体稍微上来一点点，右脚踩下地板，重心向前，双手撑着地板，左脚往上抬，两个膝盖如果你想要的话都可以微微的弯曲，左边的髋关节打开再关进来，开关开关开关，打开的脚
的左手呢，可以拳头轻轻的撑住地板，脚趾头朝外，大腿向上抬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留，脚关进来，弯曲跟伸直，弯、直、弯、直、弯、直，最后一个，脚伸直往上，上、上、上、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膝盖弯曲，轻轻的跪下来。相反边，左脚在前面，重心向前移动。右脚抬起来，脚尖转开来，膝盖、大腿、臀部向外转。脚往上抬喽，先做关跟开，关跟开，记得你的整只脚都要跟着关进来，再打开。转进来，再打开，准备打开停留，小小的往上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关进来，膝盖弯曲，伸直，弯曲，伸直，再一个弯曲，脚伸直往上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轻轻的跪下来，一样臀部向后，我们来到婴儿式。如果你的双手需要放松，手掌心朝上，把你的肩膀、把你的手腕稍微放松一下。最后呢，我们做几个伸展的动作来放松一下臀部的外侧。双脚先帮我踩着地板，我们经过下犬式。让你的右脚弯曲向前，先找到左手，再找到右手，小腿摆平，左脚向后，左大腿的前侧靠近地板，身体摆正了，这样双手向前，来到你现在可以停留的最远，伸展一下右边的屁股外侧，同时放松一下你的左大腿，两边的肩膀都要同时往下，手可以的话，再往前延展，来到更远的位置。再一个深呼吸，吐气，双手慢慢走回来，手掌心撑着地，我们经过下犬式，相反另外一边，左脚弯曲往前，先找到你的右手，再找左手。小腿放下来，右脚向后挪，大腿的前侧靠近地板，双手向前，到你现在可以停留的最远，做几个深呼吸，手可以的话，再往前伸展，感觉左边的屁股外侧、大腿都跟着一起伸展，有一点点酸酸紧紧的，不要憋气哦。准备让身体回来了，双手撑一下地板，身体回来，臀部往左边坐，双脚往前，膝盖放松，轻轻的左右活动一下。我们让身体回来中间的位置，两个膝盖打开，脚掌对脚掌，上下动一动，背往上提高，吸气，吐气向前，伸展一下大腿的内侧，慢慢的让身体回来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练习的话，我们可以只做跪姿或是站姿，选择某一个姿势是你坐起来臀部比较有感觉的位置，次数也可以增加，选择你想要的跟做我们需要的，相信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的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